佛家格呀，咱学佛啊，就是希望会当觉悟，所以咱啊格加精一分啦，就未呢就少一分咯，咱就得平安的格分，自在喜格分，这就是咱所要追求的。净一分的觉悟，那就是少一分的未现吼。咱哪会当减掉了烦恼啊？咱敢毋是平安自在呢？咱会当通时时平安自在，那就是欢喜觉悟，觉悟欢喜，这境界啊。是学佛者所追求的啊，所以咱即马就来讲七格分。七格分就是分有七种啊，这个分意思就是讲，该分成一分一分吼。那总共在这个所在有七种的方法，再来帮助咱的道心更加坚定一个过去的经格难啊。那强壮起来呢？咱的思想啊、觉悟啊，才袂讲过去可以袂去。所以有七种法，会当帮助咱方向正确。所以第一呢，叫做直觉分。直就是选择的意思。这个法是真，或者是伪呢？是真呢，或者是假啦？咱前面已经举出了真济个例吼，予咱知影这个真伪呀。甚至呢，嘛是要予咱知影方向是正，或者是邪。到底咱修的这个过程啊，是正确的道呢，或者是邪道？这呢，啊，应该大家人都会清楚了。所以，这就是要靠自己的选择，咱来选择的正，唔通偏邪；选择的真。唔通有虚伪，这呢叫做直法觉知吼，所以叫做直觉知。啊，那搁较清楚讲的是直法觉知，选择这个法啦，互咱觉悟，所以叫做直觉知啊。那第二呢，就是精进觉分吼。分格知是同款的意思，咱过去拢讲说七格知，即马伫这个所在叫做七格分，七格知、七格分同款呐。所以讲精进格分，也是精进格知，那就是讲修诸道法，一定爱精进。大家人拢知啊，昔日已过明日谁家嘛？咱的性命都唔是今仔日的性命咯，咱的性命甲今仔日，咱已经是消就刚过去啦。未来搁剩落来有偌济，无人知啊。所以，咱既然法选择的正确，
咱都爱精进，时日唔通空过啊。所以叫做精进，结婚修诸道法，唔通懈怠。那第三呢，叫做喜结婚，欢喜啦。喜结婚呢，就是开悟真法啦，得欢喜啦。咱定来讲啊，发喜。发喜善业，你若逐天啊，伫咧供养的时，每天伫咧献供去当中，都会去念着嘛。发喜善业是，就是啊，欢喜，欢喜就是咱的猪牛啦，嘛是咱的道牛啦。那这个道牛呢，会当培养咱的慧命。因为咱的慧命成长，咱来当定定平安，就是慧命健康啦。定定伫法喜中呢，咱的慧命成长啦。失掉了咱的慧命，伤害慧命，是虾米来伤害咱呢？是烦恼。烦恼是啥物物件？啊，逐天都讲啊，贪嗔痴慢疑，因为一字贪字啊，使咱的心呢，都会散乱去。尤其是贪念一起啊，真多的业呢，不得手段，那就是一直去争啊、气啊。那真念一起呢，就使咱心无法度呢，安尼平行自在。或者是痴念一起啦，心地混血乌暗去啊，看未清楚呢，是是或者是非，是正或者是邪，这拢总是呢痴。但咱那些我们一起来啦，咱轻视他人呐，空大家己呢，那安尼都甲众生结真济无好的缘，甲众生人人结无好缘，咱会当欢喜呢？那再来就是疑呀，真的烦呢，因为你一念疑心起啊，你都停替。海带自然就对落啊，所以咱的心，这五种的烦恼一生啊，就会把咱的慧命呢毁除掉去哦，就会失掉了咱的慧命，所以咱要得到欢喜、发喜啊，那必定爱加五行的。烦恼无明，爱家气滴，咱来一旦开悟心啊，甲这个法啦、啊，